尾场咧就跑千二米，个形势就系咁嘅，一二六七八九就赢过，四号十号咧就系、是、入个 Q， 隔晚大热门系二号，上次成绩好咧就系二四五八十咁样，而家啲马匹出晒草地噶啦。看到呢只九号人人之宝，人人之宝咧就系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六，但系再前两次就系第一嘅。啲颜色都唔同个马宝嘅呢啲啊，真系七号咁啊影啊好啲。幸运旅程隔晚夜六倍，七号而家夜八倍。七号嘅成绩咧就系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十。七号骑师咧就系、是、田泰安，今晚都好神勇噶啦。黄志康要二号、一号、四号，我咧就拣二号、四号。二号、四号、八号好聚焦嘅呢一场。而家呢只系六号仔天竺猫，最近三次有两个第一，一个第九。呢只就系二号啦，川河洞区。骑师就系钟奕丽，我系中意佢。第三档斗快啊，连续两次第一嘅九号咧就系、是、人人之宝呢只马，人人之宝咧就系、是、最近四次有两个第一，一个第六，一个第七，即系近期就冇咁好。前三前四次咧就系、是、跑第一嘅，两个第一。七号幸运旅程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十。Michael 要二号、八号、四号，二号、四号、八号好聚焦啊，好多人拣噶。四号咧就连续两连续四次，三个第二，一个第三。啊，近绩好好啊，呢一扎马真系。Michael 咧要二号、八号、四号。即一号财财咧，即粉红色袖嘅一号财财咧，就除咗上一次第九之外咧，其他所有五次咧都系喺前三名翻嚟嘅，好好成绩嘅。Sabrina 要二号、八号、四号，即二号川河洞区我都要呢只，我要二号、四号。八号系好好嘅，八号啊，即系八号，但系佢九休复出。差唔多成有一百日冇跑嘅啫，而家影住一只十号仔加洛龙区，加洛龙区都好嘅，巴度上次入 Q 嘅十号啊，档位就十档，吃力咗少少。嗱呢只咧就叫做川河洞区，骑师系钟奕丽，连续两次第一名 ，Jenny 中意八号、三号、一号、二号。八号就潘顿尼骑嘅容天鹏马房，叫时尚风趣。二月份赢咗之后就休息到而家，所以就我买啲跑开嗰啲啦，即系嘛，买只二号川河洞区钟奕丽。佢嘅七号嘅田泰安，田泰安只马咧就叫幸运旅程。就冷门嚟嘅夜九倍，不过好积极，闸前打圈。呢啲闸前镜头咧跑完就冇噶啦，所以咧我就即系呢啲频道咧就系我自己记录自己买咩马。唔系玩 tips 嗰啲嘅，我哋不过咧就服务性质录低啲镜头，等大家有机会可以重温咁样啫。一号呢只叫财财，黄之宏隔晚十六倍，而家十九倍，财财都几好嘅。除咗上次跑第九之外咧，之前嗰啲赛事咧有两个第一，两个第二，一个第三，好稳阵嘅呢只马，系除所上一次唔多好之外。但现在这一只呢就叫做自己话事，冷门来的三号。
三号仔骑师是何泽耀，五号如果见到呢只咧就年年有型，叫做绿色衫艾杜娜，艾杜娜骑只美丽欢声又骑得几好啊，一出嚟就喺前边先啊。即系而家咧，即系统计上咧，跑马地同沙田都系嘅啫，一出嚟能够喺前边五名之内咁样咧，就是翻嚟有位置是很大機率的。當然即係有賽績先講啦，即係有賽績嗰啲馬。四號仔灰馬撼天鐵翼呢只馬都好嘅，最近兩次入 Q 嘅。田泰安。九号人人之宝，人人之宝咧就系董明朗，九号又冷门嚟嘅。人人之宝咧就系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六，但系再数前啲两个第一咁样嘅。只只马都好嘅，其实只只马啲赛绩同近绩都各有亮点，各有缺点。嗰只時尚風趣咧就係弱點在九優啊，但係佢係好有實力嘅。五集中嘅三強鼎立，二四八三隻熱曬，睇睇最終嘅賽果係咪都咁正路啦？二號嘅川河洞居打搭贏嘅啦，已經啊，四班殺到上嚟三班入搭啦。首先見到咧就撼天鐵翼財財。川河洞區跟住呢回晒飛呀，呢個天竺媽話回到去十幾倍喽，年年有型亦都搞掂埋，跟住係人人之寶囉，幸運旅程自己話事，最後入閘分別有兩隻馬，加洛龍區同埋星班角逐嘅時尚風趣，睇埋佢入閘亦都冇大問題，尾場嘅賽事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喂，全部马匹准备到档九场赛事三班千二嘅短途赛，大热希伊，黄奇居，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川河洞区快，咁啊中间位置有撼天铁翼，外边咧去天竺猫啊，年年有型绿色衫，外边内栏黄衫就时尚风趣啊，咁啊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咧就财财啦，第七位有幸运旅程啊，后边嘅三匹马自己话事咧，人人之宝啦，暂时垫后系加洛龙区嚟噶，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年年有型外边系要抢上嚟噶啦，埋边川河洞区咁啊一路要黐住内栏噶啦，第三位系天竺猫啦，第四位系时尚风趣啊，第五位灰马黑衫嗰只就撼天铁翼，第六位系财财啊，后边嗰四只啦，幸运旅程、人人之宝、自己话事包咗落尾嘅马咧，系呢只加洛龙区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占先嘅马咧，埋边位置悭咗啲脚程，川河洞区啊，年年有型就响佢外边噶啦。第三位天竺猫，内栏位置啊就系时尚风趣啊，顶出外边追，撼天铁翼财财嗰啲马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川河洞区中间见到咧中档位置年年有型啊，外边撼天铁翼追紧啊，内栏仲有时尚风趣，大外嗰个财财啊，最后百零米外边撼天铁翼咧就已经透出咗。打开嚟香港胜利之门啊！时尚风趣跑第二，第三名咧加洛龙区，第四名外边财财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咁啊真系有马喺前面扯，咁啊结果翻到嚟放嗰啲就散啦。只八号真系好有实力啦，即系再粗下添啊！即系健康有少少挫折啦，梗系啊！只四号仔跑得几好啊，后上。撼天鐵翼最近兩次咧係入 Q 嘅，騎師係班德禮，今日班德禮起馬啦喎。啊，即係呢個潘頓都守住個靚位，一衝上嚟兩下手勢過咗鍾奕禮，怯咗啊！梗係鍾奕禮啊，係咪啊？都唔會啊，即係六檔班德禮夾埋五倍。現場都是咁上下噶啦，四號、八號好多人貼中咗啊！啊，只二號都係跑得好噶啦。
冲出嚟，啊几醒啊，出闸啊，钟奕礼啊，冲咗先。潘顿只马咧跑第二嘅，连赢两个 win 嘅吓，不过休息咗成几个月。钟奕礼而家喺前头，咁就年年有型啊！呢只绿色衫嘅艾杜拿咧就一度咧就过咗呢个钟奕礼嘅，咁钟奕礼都守住条栏。都好镇定嘅，都冇乜点紧张啊，咁啊，跑跑下去就出咗头啦。抛开第二、第三只马都成两个马位咁样，咁就深色嘅四号咧喺而家呢度跟住只黄色衫嘅呢只叫做时尚风趣，一个走里边，一个走外边，咁啊冲后劲咧就系呢只马。四号仔咧只马叫做撼天铁翼，连续跑咗两次 Q， 硬系赢唔到嘅吓，二二三三咁，今次俾阿班德利赢咗呢个时尚风趣，时尚风趣赢咗一个几马位，一个半马位，时尚风趣有五倍，同隔晚都系差唔多啦，吓、啊、热门嘅呢啲四号八号都系热门嘅。睇下啲二重彩几多钱，未弹出嚟。四号、八号，班德礼、潘顿，四八十，全部系近绩好嘅，上次入位置嘅。